学名 Allium rotundum， 俗称圆头韭或紫花蒜。圆葱俗名圆头韭或紫花蒜。圆葱原产于欧亚大陆和北非，它的起源从西班牙和摩洛哥延伸到伊朗和俄罗斯、欧洲部分。美国的一些地区，密西根州和爱荷华州基本上没有规划。该物种生长在路边和耕地等恶劣的栖息地。圆葱产生大团块，最多有50个卵形球茎，长度可达1.5公分，叶子可以长到40公分长，花梗高度可达90公分。圆葱的球茎大小可以从1.5公分到5公分长，叶子的长度可达40公分，花梗高度可达90公分。从远处看，伞形花序呈圆形，内含多达200朵花，花呈中型，直径可达7毫米，花背片是紫色的，有时有白色边缘，花要黄色或紫色，花粉呈黄色或白色。圆葱的花梗高度可达30厘米至90厘米，平均高度为50厘米至60厘米，取决于植物的环境条件和生长条件。综上所述，圆葱的花梗高度可达30厘米至90厘米，平均高度为50厘米至60厘米，取决于植物的环境条件和生长条件。